讲好农业重养殖，分享农村真实生活。大家好，这里是三农雷哥。一亩地亩产量最低的话有2000斤，高达3200斤，一斤最低可以卖到40-50，高达120斤都会有的。它的亩产值最低会达到8万元，高达20多万元。如果屏幕前的朋友您呢对这个高利润的种植行业感兴趣的情况下来，不妨跟随我的视频，咱们看看这个高利润的种植行业是否适合你当地来进行播种呢？来，想了解的朋友们跟随我的镜头看一下我在他这个种植地拍摄到的视频到底是什么种植吧。
想了解更多的农业方面知识呢，请看我其他的视频，下个视频比这个更精彩，下期咱们不见不散，拜拜。